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，在南海海域进行正当、合理的游戏活动，我们不迟疑。但是如果这种活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权益，我们坚决反对。有关国家应该尊重南海争议当事国，通过谈判、协商解决争议，为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努力。